其实我会鼓励不要这样集中在一个地方，要分期、分区、分人来负责。分期就是、一天做一点，一天做一点、不要说哇，我哪一天把事情排开，从早上八点忙到晚上八点，其实这样不好，容易伤害，受不了、另外一个是分区，你不要说整天所有的地方都把它打扫完。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